道孩子平安长大，妈妈都有不能说的黑历史。他怀疑这个妈妈有代理型的孟小生症候群，就拍到妈妈不知道在小孩子的点滴里面不知道打了什么东西。他们通常的心理需求就是他们希望营造出为孩子尽心尽力完美母亲的形象。所以小梁哥，我就说嘛，你要关心的是妈妈。今天晚间九点，东森超市33频道，妈妈好神经，主女家务事。